多一点。你16年前，资遣费是30万，31万，31万。对，15年前嘛。15年前，那时候你是工作多久，在哪一家公司？16年啊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哪一家公司？东林电子。东林电子。东林电子。电子是日本公司？不是。哦，东林公司，哦，这样。那你在那边工作多久拿到了这个？16年。在那工作16年，那现在又过了15年。对。啊，哦，这样。那16年呢？他没有恶性倒闭，我已经可以退休了。哦，你说你那时候就应该可以退休。没有，老板没有恶性倒闭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退休了。我现在是在可以领的退休金。在街头这样走，哦，所以火大才会这样。所以你在那家公司东林电子公司做了16年，为什么只领到30？因为我薪资很低呀，啊，薪资低也不至于才31万。请可以知道一下那时候薪资多少吗？一个月？1万多块啊，一个月1万多块。你看他30年前。哦，30年前。你不想要台湾的劳工很苦？30年前的事情，你的意思是30年前你进了东林，电子公司，那时候的因为68年进工厂。68年进工厂。好久以前的事情，我应该是可以领退休金的，但是老板恶性倒闭啊，他毛钱都拿不到，现在还叫我退休金，然后被告啊，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。对呀，啊，那他请这些。那你们全部这500多人是到底是他要讨回多少钱呢？2亿多。大会求偿！大会求偿！有些人都退休了。国家赔偿！千万不要让他闹哎！大会求偿！国家赔偿！国家赔偿！像我还是算年纪比较轻的。对啊，我就是看你年纪轻，而且看起来。可能比较能说点什么？没有。OK。我很难理解这样的事情。对啊，我已经30几年了嘞，我应该是退休了。对，那你看，我算一下，我是可以退休的。我真的非常的惊讶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不知道该问你什么，很难想象有这么惨的事情。对啊，就老板恶性倒闭啊，他钱赚饱了就跑啊。那如果我们不还给他这31万会怎样？政府会采取怎样的行动？就把你的房子就封你房子啊，没房子就。31万怎么能封房子呢？你房子很多钱呢，欸。房子现在不止31万呢，啊。不知道啦，反正现在是停止诉讼嘛。现在停止诉讼。对，但是他请了80几位律师要告。哦，了解。